就唱翻自己歌啦，咁就系差点我唔会飞啦，就系我出道嘅歌啦。哇，好好啊！咁希望大家听呢首歌嘅时候都可以 relax 下自己啦，因为知道最近大家都好攰，咁希望呢首歌都可以陪住大家一起加油我哋。会唔会一起唱噶？会。哦，好啊，咁好啊，唔会冷场太好啦。要大声啲，我要听。所以其實你嚟聽我唱歌，可能都係你嘅 me time 嚟嘅，所以 please enjoy this。
唔係啊。IG 度啦 ，direct 我啦，就話：哦，你成日唱呢首歌好悶啊！咁樣
咁樣，可唔可以唱啲都係自己嘅歌咁樣？例如啦，一年年一個月啦，所以我就好啦。既然你同我講，我就唱啦，一年年一個月。所以你哋大家記得要 direct 我，同我講話你想聽《很久不見》啊，你想聽《光陰似流浪》啊，咁我下次咧就會唱噶。所以送俾大家，那一年年一個月，記得提我歌詞啊。
Thank you.